在这里呢祝贺功夫广场正式启播，恭贺晒，恭喜晒。祝贺功夫广场正式启播。泰拳理事会的理事长，我在这里祝贺功夫广场正式启播。參加了十二個海外的賽事，一共是獲得19個金牌、21個銀牌、39個銅牌。我們希望呢今年呢各位運動員的成績是再創高峰，為港爭光。新的一屆的執委和同事呢是會為大家呢服務做得更好。多謝。今年呢我們是有相當多活動的，差不多每個月都有活動的。除了香港本土的賽事之外呢，就有亞洲區的賽事啦，世界性的賽事啦，包括哪些本土賽事，包括有香港的成人公開賽啦、色帶賽啦，還有這個青少年賽的。另外一些賽事呢就是屬於邀請賽，比如例如韓國邀請賽啊、新加坡邀請賽，這些呢是我們是 open 的，只要你是香港的空手道運動員，是空手道總會的會員，都可以報名參加的。所以我們是提供了很多賽事呢，就給有不同資格的人都可以參加，我們盡可能是提供多些機會給大家。